这个关键字其实在 Google 可以搜，就福茂空一格专题文，哦，那中间那个比较长的就是他的全名。那我是 Michael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当一个记录者的角度，哈，就像这个角度，就当然不只是学生的，就是只要是福茂的事情，公听会或者是政府的智库，他们的资料，我都要必须想办法记录下来。然后这个意思就是像把整个国家所有的意见都能汇集在一个起，哦，大家就比较像是一个资料库。那这一次，但是我先说明，这一次我们主要并不是真的要做一个电脑程式，哈，是先以人工的做法开始，但是等一下会再多说明。那我的资料以及工作方法已经事先已经准备好了，哈，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。然后这是整个架构图，哦，然后说明一下，这边有个直播网址或者是新闻，我们都已经在做了。然后如果是城市太小了，资料站啊，或者是独立媒体的他们的资料也是会汇集起来上架，哦，然后我们需要的技能其实就是都可以的，好，哦，那然后文字跟整理很多的整理，哦，那第三点其实稍微比较重要一点，就是说我们需要工程师可以指导我们做一些数位资料的一个结构，虽然 IT 的变化很速度是快，哦，但是我们要求一个100年吧，好，哦，那种方法就是比较好一点。那当然第四点有一些什么法律的建议也是好的，那旁边的比例可能会调动的，哦，我们来参考一下就好。啊，这个就有一部分开放可以下载，已经汇集了一些新闻的资料，都存档在管路云端。然后直播整理，因为我也是直播的这个组员，其实都专门做备份的，好几百 G， 我现在慢慢存下来这样。然后如果我现在要来讲一些 IT， 就是说如果资料整理的好的话，可以像一些可以做一些分析啊，这假设啦，好，譬如说喜欢谈分裂社会的话，可能是中层跟中间，然后那喜欢谈违法可能是联合这样。民主啊，反配箱跟水果比较有关系，那是事后分析的。OK， 那当然希望你们来，不是来打架，感觉像我们工厂生产线组织起来这样，然后可以做个教育训练都可以。OK， 也不要没有说要求太高，好，大约就这样，谢谢各位。